前宣布与曾是演员的凯蒂·路易斯·桑德斯再婚，并加码公开当爸的消息，让外界又惊又喜。今年二月，两人也一同飞往匈牙利工作，而20日就有外媒曝光了两人在罗马街头约会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的宋仲基穿着休闲，亲昵地搂着妻子的肩膀。而怀有身孕的凯蒂虽然肚子已明显隆起，但四肢依旧纤细，夫妻俩悠闲地在路上边走边聊，还不时会十指交扣，紧牵着对方的手，让大批粉丝看了都快被闪瞎。由于凯蒂本来就很少在媒体面前现身，再加上她的孕肚首度曝光，因此这系列照片公开后也立刻掀起外界讨论了。